醋啊？同佩雅成日煩啫，使唔使咁緊張啊？我唔中意同其他人一齊，總之除咗我，你唔可以同其他人一齊。你唔可以咁自私嘅喎，我乜啫？我一個人就係咁自私。你好講，點解要搞埋啲咁嘅嘢？唔好再搞埋啲小動作。唔該埋單。柱子即是柱子，未经人事，啲皮肤好似剥壳嘅鸡蛋。皇上见到一定爱不释手。回皇上，鸳鸯。只羡鸳鸯不羡仙。你画嘅蝴蝶真系栩栩如生，果然一定一个才人啦。选妃当日，朕希望可以再见到你。人嚟，上。系。谢皇上，猪猪，唔好直叫我。你呢个狠毒嘅女人，我点知你几时真几时假啊？呢条手链我而家还翻俾你，你走啦，我唔想再见到你啊！他忙的时候连他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秦念念小姐，你的偶像已经走了。真的对不起，现在都没有了。看着跟我同期的小林、小梅，每一期的梗都被刊登了，那我呢？不说为什么，我又不能把我的感受跟其他人说，我想问你，问你，你又对我那么冷淡，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我会不会当初没有睁开眼睛看清楚你？秦念念，你疯了吧？你根本没有。因为我是这样就是这样，还有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